都成日帶佢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去玩啦，去好多大自接觸多啲大自然。我帶佢去 camping 啦，帶佢去行山啦，希望可以接觸多啲大自然，佢會愛惜依一個環境多啲咯。我係 Christina 客户發展經理。可能我以前真係接觸好多户外嘅活動啦，咁所以咧對於個大自然咧，我會覺得啊，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資產俾大家。我中一嘅時候開始加入女童軍，一路直至到中五，好多種唔同嘅類型活動，包括一啲室外好多條戶外嘅活動啦，例如去camping 啊，我哋有啲營火會啊。女童軍其實有一句格言嘅就係 be prepared， 咁所以其實呢一句説話一路都幫咗我好多，無論係讀書或者係做嘢，其實都係一路提醒我就係喺唔同嘅環境，無論係做乜嘢，其實都要準備好先至去面對咯。女童軍就會係比較獨立啦，有自信啦，同埋美貌與智慧並重。女童軍係不怕困難，勇於面對挑戰，係永遠樂觀，積極面對人生。女童軍係獨立自主，對環境同埋自己都負責任。你哋都一齊嚟加入女童軍啦！呼籲大家加入香港女童軍，咁就歡迎大家加入香港女童軍。